第59届六堆运动会在屏东县的麟洛国中和麟洛国小盛大举行，玉里镇公所延续去年热情，也特别前往参赛。活动期间呢，有将近20项运动项目，会场举办六堆特色产业博览会，还有六堆的美食展售会，以及各项的特色装置艺术。2024第59届六堆运动会在屏东县的麟洛国中、麟洛国小盛大登场。玉里镇公所延续去年的热情，今年玉里镇也受邀客家乡亲前往参赛，共襄盛举这场热闹的客家文化盛会。活动期间有将近20项运动项目，同时会场也举办六堆特色产业博览会、六堆美食展售会以及各项特色装置艺术。我们这一次邀请了我们玉里镇各个客家社团，包含客属会、国乐班，还有以及那个古乐班等乡亲来参加，来这边也顺便体验一下我们六堆特有的运动会及六堆这边的客家文化，希望未来可以带来给我们玉里镇客家乡亲有不同的想法及不同的见解。代理镇长詹秀聪说，玉里本身也是客家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城镇，而今年度的交流不仅仅能够让客家乡亲相互交流认识，同时也能使乡镇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互动也更加良好。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